闯从。现在学生放暑假，爸妈牺牲这是鬼门开，因为要消耗小朋友的满满精力，推荐金门之旅，镇定历史也适合亲子同游哦。因为这里呢有富含文化意义的手作体验，高粱扫帚，还有自制的钢刀以及糕点下午茶，还有台版的摩洛哥离岛亲子游，主播带着活泼好动的儿子同游，不怕孩子不累不睡。来到金门战地呢，炮弹最多，亲子金门游。今天呢，取材自炮弹的钢刀，我们就做一把带回家。你会挑到一个？那这是我们一开始小刀的粗胚。那我们等一下有三把铁锤，可以敲出三种纹路。然后打完纹路之后啊，再拿这个，这是我们的金料用的钢印。哦，这个可以打字哦，有英文字跟数字。就是现在，我们要练习打字。想象他是我儿子，为什么这么吵？看，因为这个是练习版，这个感觉真的好。再试试。好，那可以吗？你有敲到手指头吗？这个手作教室很贴心，它其实都有帮你放好这样子，但因为被我移动之后，我就不知道什么是什么啊。好，我觉得我快要幻听了。好，其实这种手作的老师多少都要有一点幼教的训练，否则就是得限定参加的年纪。敲一次就走，不要乱唱歌好不好？吓坏人。再大力一点，弟弟，你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数字 ？OK， 再来。你看得到吗？再加，好。我觉得这根本就是视力测验，好吗？所以他们真的很贴心耶，居然准备老花眼镜 ，OK。我的好了哎，你看，你的不是很亮吗？你看我这个，我的从铜刀变成金刀，有没有很亮，闪闪的？之外，这所有的工具听起来很可怕，但其实都是安全无虞。他只有7岁，也自己完成一个。6岁。只是看到高粱就想到金门，你不觉得这个连结很强吗？所以一定要来做做看。小姐呀，嗨，绑，没过去了，谁绑？谁绑？我声控的，可是很难控的。你来，好，转一下啊！你啊，再夹，再夹夹掉，再夹夹断，剪掉。哎，对，好，还要夹夹断。好，因为豆豆啊，加上豆豆啊，收不要紧，慢慢来。我改讲电视的秒数爱急呀，大家等一下觉得我拖台前。算了，他们不碍事就好，站在旁边随便捣蛋，好像比过来插手还来得好。过来插手。哇，你好意思说这是你的，连我都不好意思说这是我的，这是阿妈做的。手作高粱扫帚最精彩的一部分就是现在这个时刻，非常神圣，因为我把金门高粱酒的酒盖盖上去。现在是下午3点一刻，下午茶时间，来到金门就要吃最道地的昂菇。各位，这个黄黄的是地瓜，是不是？哦，没有加色素。哎，其实昂菇贵是金门传到台湾的，所以他们才是真正做昂菇贵的始祖啦。谁可以帮我？你可以帮我捏成这样。我不行啊，你当然要叫。那个阿姨帮你捏成这样啊！我有做的比我儿子好吗？好啊，没有，怎么笑得这么尴尬？没有关系啊，我也是很接受青出于蓝的。你看，这样，雕花吗？雕花吗？哎，他很认真在捏呢。对。因为你像黏土在捏的，对啊，他现在可能有一种在玩黏土的感觉哦。这个小姐也太开心了吧！做一点再下来。哎，果然我的也是破的。哎，最美的是你的，是啊，是第二次。
真的，果然第二次二回熟。哎，这妈妈，我妈妈，我姐姐啦，我姐姐。哎，我他们的姐姐，怎么了？我做这么烂，我好意思？印好了。哎呦，你的好了呢，你的乌龟很可爱呢。是他做的吗？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吃的。那，哎，吃起来了哎。吃起来了，其实这个跟台湾吃第一个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吃第一个也是吃起来啊。在金门逛老街，这一些也是干妈店哦。因为沙美老街它其实历史非常悠久，这一些都是冷清的颓屋，有人说看起来很像台版小摩洛哥。走喽。什么吗？水獭，因为保育类的野生水獭在这个公园看得到哦。你们有想看水獭吗？玩哪一个？不是啊，你知道我们要先工作吗？没有办法控制，去吧，出发了。耶！我是不是浪费了我一次的机会？好多人在排队，最快，有没有很快？有没有像云霄飞车一样？你这是 zip line 的等级。Are you OK？ Yes。哎，这是我们难得的母子三人同框的时刻，居然只有在游具这边才能够达成，直接用躺的哦。泰山，哎，我不是要玩老鹰抓小鸡，来吧。通常这么大的小孩不会有影响妈妈的时候，唯有溜滑梯 ，Go， 来吧。有跟我玩在一起吗？好像没有，他们自己玩自己的。明明，哎，我们应该一起 have fun 好不好？ have fun， have fun， have fun， have fun。什么叫做为母则强？我现在示范给你看。我要很高的，就是我不用。对，继续使唤哥哥。我们想要很高的，这就叫为母则强，你知道吗？强在哪？强在我不用耗费我的体力跟劳力，我还可以坐在这荡啊悠啊晃啊。